大家好，我是四 Y 班的李淳平，都是 Hereafter 吉他手。今年我哋 Hereafter 将会 Annual Concert 为大家送上 Ashley 的《Cast One》嘅，亦都我哋对呢一首歌进行咗改编。想知道究竟我哋点样演绎呢首歌，就记住7月13号 HKBU 8夜晚7点准住嚟。